作るのが緊急なってなっちゃう、うん、需要放假吗？没有，不用，没有，不用。需要放假？老师爱放假吗？老师啊，怕老师是不是有计划去我们？不，那我们那就那就照时间，不用演了哈。哎，没有，就高中教了。就是下一次。下一次还是就，那要高中来上，我们二十，我们请假，刚出国，我们上的二十。那个为什么要晚上拜？没有啦，中岛吧？没啦，一端午是中端午节，端午节的前前一天。啊，不是都拜拜是白天的事啊，跟晚上没关系。去啊，反正礼拜六，他不礼拜。拜了好多天了，你习惯了点干，端午节的前一天，我一般都是啊，你要干嘛？要干嘛呀？你要干嘛？要啊，早上啊，上课是晚上啊，就前一天啊，第二天才要拜拜呀。如果像譬如说现在这个层次有点太多的话，你就是这样上下的摔掉，让它稍微滚一下就可以了。剩下下个礼拜上午就下来。哎，七月初进厂。全厂在接口。我搁搁两节。搁两节。啊，我要再过来去进厂。七月初，七月三号过去的。啊，老师下台前九月初，九月初开始。啊，但未来还要到一个，一场到一个。你大家要叫我问。很早变做的，做来变正的。很早变做的啦。啊，现在在孙家，他们家一个传孙，哈哈哈哈哈。一直跟你开大，还有你开大，又发生了，又好发生了。这个加工厂那里依然照常办，等待了。嗯，这样的我，我是
是宜兰棒球场一个星期来一个棒球。他现在就好像是给那个，南洋美术学院，南洋上一出，都球场，球场还是球场那个那个有一点，很多话。是修改哈，就是我现在做的就是向上去打了一个底之后，然后像这样再做一点层次。不够凉，它是冷气，那个可以调。调。一个房间。对，那个二三。二三很冷的。哇，可是它是可以，它比作风它再强一点哈。它是强弱的。这个稍微有点亮，它不要配的这个会有点光线。Thank you.
时那个画的这个底色，因为基本上就已经有明暗，他现在就是说在这个暗的里边，在这个明暗里边做再做一深浅。
西。下面可以设计。
自己。